Voilà. Voilà. Pakistan 的 ，Oh Pakistan, our friend, Pakistan, 对 ，And 你想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了中国呀？我来中国，现在我去北京大学环境大学的博士生。哦，博士生。对对。大约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呢？就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间。就 the first time you come to China。对 ，first time I come to China。啊 ，when？我来中国一年三个月，一年零三个月。对对。And you come here to learn. 对，我去学校。你是学什么的呀？环境科学的。环境科学。对。那你认为中国怎么样呢？对中国的看法？中国美丽。美丽。对。然后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个地方，对，这个地方，武汉，武汉，对，这个地方是武汉跟鄂州，鄂州、another place, it's between 武汉 and 鄂州。It's our new school and old school in 鲁莫鲁。对，鲁莫鲁。对对对，这是大学鲁莫鲁。对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中国名字郝瑞德，我的英语名字郝马德，郝瑞德。郝瑞德，对对对，郝瑞德，对郝瑞德。哦、I know, a good name. 谢谢你。然后可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那个名字是什么？我叫王浩生。你用英语的名字吗？Jack, maybe Jack. Jack, yeah. 很好，很好。这个地方你是本科生吗？对，本科二年级。二年级。对，来学习水文与水资源。你多大了？今年19岁，刚刚19岁。刚刚19岁。对，也就是两天之前我刚过了我的生日 ，my birthday。现在你的家在哪里？我家是山东。山东。山东 ，North Province。你不去吗？回去啊，是要等放假的时候回山东嘛？二零七号你出吗？你有新年快乐。对，你出年的去啊？新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学校是还没有放假嘛，而且山东离这里是距离比较远的 ，a long distance， 然后要等到寒假的时候。After our final exam, I will back to my home. OK， 谢谢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 ，Welcome to China， thank you， 谢谢。